One Run 台北国民党立委蒋万安备战台北市长，大打人情牌。让我感触最深的是这边浓浓的人情味。回防万华不能不接地气，因为蒋万安和基层的距离，北市副市长黄珊珊正迎头赶上。传出国民党内部民调，蒋万安在内湖南港、中正万华以及士林北投民调直直落，现在连传统的蓝营票仓大安文山，黄珊珊的支持度持续上升，逼近两成。蒋万安领先不到一成，也让蓝营选情亮红灯。我认为40岁以上的人，他们在过去的选举的投票行为里面，他们非常习惯弃保这件事情。我认为蒋万安目前仍然是占了很大的优势的。这样的民调，我代表的是一个警讯，永远没有什么叫做铁票区这一回事哦。相较于黄副市长，因为本身他就有行政优势哦，所以呢，其实我们万安委员呢，他会多和地方的议员形成结合。小鸡啼母鸡，筹组战队势在必行，却又传出北市党部主委黄吕锦如带着蒋万安拜会前议长吴碧珠，盼望他能出面整合蓝营议员当操盘手，但蒋万安要请托，却没自己开口，要黄吕来说，让吴碧珠不是滋味，以身体状况不佳为由当场婉拒。议长他是建议说是可以找别人，但是议长愿意跟其他的我们党内一些像比较有名望而且有实力的人，他们也可以组织一个建立啊，来共同组织一个小组。他们其实以前是深蓝，是这个蓝的铁票，那么他们就不可能投给民进党了，那他们最近对国民党大概也投不下去。蒋万安还等不到选举操盘手，敌营已经猛挖墙角，蓝营想努力收复失土，努力空间越来越大。金星王志恒、徐伟成采访报道。